大家好，今日是8月23号啊。为什么这个日子这么特别？这个是日出康城商场开幕的大日子啊。现在是11点开幕的啦。商场现在有3个入口暂时的。分别是领导入口啦、进海四期入口，还有现在我将会为大家行入去的入口，首都入口。拍一拍这个入口给大家看啦。为什么要选这个入口？因为这个入口是最大回响的，多了一条莫名其妙的20级楼梯。这个入口一入去呢，右手边第一间铺是一间速剪来的。哇，已经有两个人在这剪头发了。这个沿着条路行入去呢，其实两边都还有很多铺头的，不过都还未开，未准备好。前面呢就是扶手电梯，咁上面嗰层咧系未开嘅，咁唯有落去啦。喺我落扶手电梯嗰阵咧，我望到左手边银幕嗰度有一幅山水画，我觉得呢个山水画非常之应景。点解？因为呢幅画充分咁表现咗一众日出康城业主等呢个商场等到望穿秋水嘅心声啊！大家话系咪先？嚟嘅右手边咧，原来系商场嘅重头戏 Fresh 超市啊！听讲咧里边有成20,000尺嘅，系概念超市同埋鲜活市场。等我带大家入去睇睇啦。喺左手边呢个入口咧，入口处嗰度咧有两部消毒机啊，行埋试试先。一揿个掣咧，就会喷啲喷雾出嚟，消毒你全身，都几卫生噶。大部分嘅大型超市咧，都会将三个摆喺入口位置，呢一间都唔例外。行前少少咧就系鲜活市场，呢度咧咩海鲜都有得卖噶，林林种种都有。哇，你睇下只蟹几生猛，想走出嚟咁啊！平时啲海鲜档啲蟹啊唔好喐噶嘛。哇，仲有条鱼好似里边畅泳咁啊！呢度仲有嚟自世界各地嘅龙虾，哇！上面仲有啲蟹添啊！哇，呢个水晶蟹真系未见过咯，佢有皇帝蟹啦、松叶蟹啦，哇！你睇下呢度咧系专门做明炉烧嘅，有烧羊架啦、烧鸡啦、烧鱼啦、烧鹅啦、烧鸭胸啦。呢度咧就系两餸饭，平时唔煮饭咧呢度都几方便噶，仲有啲现成寿司。菜档、生果，但行入少少就系干货区、急冻区，啲嘢咧都摆得非常之整齐，直头成幅画咁啊！呢个咧系非常之方便嘅急冻雪柜啊，一目了然噶。薯片区，这个货架咧摆埋咗一啲香港制造嘅酱料，大家都可以支持下本地嘅制造啊！其实雪糕呢边咧已经系 cashier 嘅地方啦，大家都可以见到咧有好多部自助 check out 嘅柜位，方便大家唔使排咁耐队。睇得出商场都好贴心，因为沿途咧都会见到呢啲自助 check out counter 喺货架附近啊，都方便大家唔使去堆埋晒喺 cashier 度俾钱。门口咧而家多啲小摊档、扭气球啦、炮谷同埋棉花糖。一出超市沿路嘅左手边系 Pizza Hut， 而右手边就系药房。出药房嘅右手边系一条扶手电梯落停车场，呢度咧会将会开一间鼎王麻辣锅啊！出去就系上楼客嘅地方。咁其实呢个商场叫 Loha 都系有落活嘅意思。咁大家喺呢个商场都成日都会见到好多山啊、水啊嘅画嘅。咁呢度都有两幅大电子屏幕。咁 Loha 嘅意思都系解生活啊、健康啊、生活品味同埋可持续发展咁咯。
呢啲咧系而家商场开咗嘅铺头。呢个咧冇乜嘢嘅，见几得意，同大家分享下。而后面呢间杂货铺就系连接骏海同 LP6 嘅出口，等我带大家出去睇睇啦。而家有好多商店同食肆都未开噶，迟下仲有溜冰场同埋戏院添。等大家都开齐嘅时候，我再同大家拍片分享一下啦。提提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嘅 channel， 揿埋个钟仔。我哋嘅 channel 唔系净系煮嘢食噶，有其他新资讯我哋都会拍片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咩意见，欢迎喺下面留言。多谢大家支持，拜拜。